对不起，太太，我们要检查。我的东西你也要检查？对不起，这是规定。哎呀，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呢？你又不是不认识我们，别这么认真。就是，你说我这么多东西怎么搬进去啊？那我们帮你。不用了，我好困，好累，我想赶紧回去休息。看你这个干什么你？哎呀，算了算了算了。 田先生，让我谢谢你。各位，欢迎大家光临。我是今天的掌锤，我叫唐福祥。 下面有请潘营长为大家讲话，大家欢迎。各位，拍卖会之所以改在了晚上，是因为白天怕敌机轰炸。为国为家是为大爷，今天拍卖的物品全部是爱国人士。 为机场捐赠的贵重物品，拍卖所得款项全部用于机场的建设。感谢各位能在国难当头之际为机场出力，为国家出力。我潘某在此向各位敬礼了。闲话不多说了，谭伟伟，开始吧。 自古闻方四宝，以端砚为首。我面前的这个端砚是端砚中的极品，是由芷江镇袁老板所钻线，在这里呢，我谢谢他。起价一根金条。哎，亮子，看看啊，有这么多人在这儿，还有。 咱俩来看看，看看那边啊，那帮人都去拍卖会耍去了，自在啊！那可不，我还不知道拍卖会啥样呢。哥，咱也去看看呗。去吧。哎，回来，能去早他妈去！二位当家，啊，辛苦了。梁队长来了，给你们送点茶水啊，怎么样？ 没什么情况吧？有情况啊！啊，除了这苍蝇飞来飞去的情况，那啥情况都没了。你们那个潘营长也太小心了啊！白大家就不知道，这个这个这样，严队长，来，喝水来，哎，喝水，都喝水。到远了，哎，快点，快点。 来来来，来个好，别亮了，别亮了，来来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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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
下面拍卖的是最后一件珍宝，观音石。观音石，看着再说。各位，这块观音石。 是叶家的至宝。这尊观音石奇就奇在，石头上的观音是天然形成。对于观音石的一些来历呢，我想大家已经是略有耳闻。我唐某在此就不多讲了。观音石的起价，10根金条，有请各位。11根，11根，12根。 子彤，别着急，坐下喝点水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这都快天亮了，这拍卖会还没结束，赶紧拍完回去睡觉了。你跟他们说去。 我们来干啥来的？啊，是来保护航空弹药的，不到天亮能回去？哎呀！跟我来，快点！我们俩在这守着。40。 根，还有更高的没有？45根，45根，魏武师傅可能是胃病又犯了，机场有医生，要不然我吃上有药，有药，46，46，还有更高的吗？50，50，还有更高的没有？50第一次。 50第二次，60，60，还有更高的没有？60第一次，60第二次，60第三次，有，谢谢。我就说吧，肯定能卖得好点。 先生，要不我回去给你拿点药吧？不用了，我这里有药。潘长官，观音石已经是最后一件拍卖品了，看样子我错失良机了。何谋不才啊？哪里？就先告辞了。哪里？先生请。好，注意安全啊！路上小心。
唐先生的手下，小徐先生连桶箭都射得这么好，厉害呀！去去去，这样多亏了你们大当家的。小徐先生，你咋给我刚下命令啊？你就怕日本人真的把大刀会给炸了？是啊，真吓出我一身冷汗呢。你怕什么呀？我就是想看看日本人他能带多少炸药。现在呀，就看你们二当家的喽。东西呢？让我偷的东西，我偷着了。好，来人，快点！钱吗？啊，钱。给你，这样。金苗。爆炸声啊！好像现在没了。大家不要慌，大家稍安勿躁，机场的保护能力很强，我潘永清保证大家的安全。你去。娜娜，你带人去那边走，快点，走，去那边跟我来。走去干。哎，来，大家坐，大家坐，大家别慌啊，大家别慌。这呀，其实严虎他们搞军事训练呢，他已经跟我说过了，我呢已经派人出去观察了，一有情况我马上通知大家，好不好？大家继续睡吧，啊，继续睡。原来是军事演习呀，有没有搞错？你也不提前说一声。怪我，怪我，怪我，好不好？没事了，大家继续睡，好，继续睡，继续睡，继续睡，来，继续睡。哎，行了，你也回去吧，你也回去吧。谁？哎，我，平阳山的兄弟们，哦，潘营长让我问问你们这情况怎么样？有什么可看的，回去吧。哎，告诉你们营长，让他放心。弟兄们辛苦了啊！哎，哎，坐轮椅。孙先生，你这是去哪儿了？哦，这肚子忽然间痛，想上个厕所去。你带着观音石这么贵重的东西去厕所，就是因为这个货重要，所以我要护不离身呐。万一要掉的话，那我就不好交代。郑先生，我跟世平保护你去吧，就在前面。来吧，啊。谁抢走了观音石？谁想杀害你？快说呀！天佑我！他让，我办的事儿，真没想到我整天对一石害的。郑先生，郑先生，郑先生，死了！快去通知潘永清，控制机场，搜查各个角落，快！干嘛呢？啊，
没什么。线索当中，居然没有查出来，这个主谋就是田仲谋。怪我，连个田仲谋都逮不到。不过我就纳了闷了，这田仲谋怎么又活过来了？啊？这个不能怪你，当初江明一让，我们都以为他死了，没想到他又活过来了。到底是谁救了他呢？这个不是问题的症结，现在问题的关键是，田仲谋是怎么知道？那个地方只有这两个守卫了，少爷，你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。你们想，田仲谋逃跑的地方正是机场的西北角，那里是我们不经常去也不曾留意的地方。子君，你走的事儿我不会跟任何人讲。明天天亮你就走，带足了干粮和水，不到天黑你不能进城，到时候租一辆车赶紧回洪江镇。不管机场里发现了什么事情，你都不能回来。可是这么多双眼睛看着，还有昼夜不停站岗的人，我怎么可能逃得掉啊？天亮之前正是大家熟睡的时候，至于警卫你不用担心。机场西北角是机场防卫最薄弱的地方，明天我会找机会把这些人调走，你就从这儿走。子轩，答应我要好好照顾自己。我能为你做的只有这些了。我真想看看你肚子里的孩子长得像不像。难道是子轩？子轩，走，我去看看。杨虎，你留下看守。子欣说他走了，他走了，去哪儿了？他没说，但他说他要离开机场，离开我们。田仲谋带走了观音石，他会带走子轩吗？田仲谋这个卑鄙小人，这么多人都在搜捕他，他怎么会带子轩一起走呢？子轩肯定被他给利用了。子轩能去哪儿呢？高墙他翻不过去，各个出口又都有把守。那些竞拍的名流也还没有离开，他乘坐他们的车出去的可能性应该也不大。糟了，有人离开我。要不要回机场看看医生？不用了，老毛病了，吐出来就好多了。谢谢啊，贺营长还记挂着。先生，这路上您发现有什么人没有？
这黑灯瞎火的，又是在野外，能遇到什么了？哎，你看到什么没有？没有，这一路上别出是人，连鸟都没看到。哎呀，谢谢你啊。那没什么事，我就先回去了。 田仲谋这狗杂种，潘营长，小徐他们抓了两个人，进行了紧急审讯，其中有个人脱了口，在芷江城内还有其他的日本人，他们的联络地点就在紫玉山庄。田仲谋逃出去了，会不会通知这些人撤离？梓潼说的对，要先监控紫玉山庄。哎，这事我来啊，谁都别跟我抢。还是我来吧，梁队长，在，召集两个班的兵力跟我一起执行任务。是，是。那我们呢？ 你们留下保护机场，走。子桐，你别太着急，子轩他一定会找到的。嗯。世平哥，我走了。我要去一个见不到你们的地方。我这样做，并不是因为我不爱你。 是因为我再也无法面对你。我常常在想，如果当初我没有做错花轿，没有嫁到徐府会是什么样子？子桐，没有我，也许你会跟姐姐幸福的生活在一起。而我只要把对你的爱深藏在心底，子桐，就可以平平静静的嫁作他人妇，持家生子，老死一生。 也许这才是我的命吧。可惜我没有遵从命运的安排，还是飞蛾扑火一样，想要获得你对我的爱。即使这份爱会毁掉你的幸福，毁掉我的人生。现在我只想对你说声对不起。我不该出现在你的面前。我现在最愧疚、最难以面对的是姐姐。 我没能做个好妹妹，反而成了扼杀她幸福的刽子手。世平哥，我走了。我把你们原本应该有的幸福还给你们，请你一定要好好照顾我姐姐。我不期望你们还能记得我这个罪人，但愿永不相见。子轩，敬上。 尽力找到子轩的。我从来没有想到，妹妹爱你爱的这么深，她把自己整个的心交给了你，把整个人生也交给了你。世平哥，我就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对待她。子桐。 你听我说，子桐，子轩为我所做的一切，让我非常感动。可是感动和爱是不一样的。我可以向你保证，我好好照顾子轩，可那只是照顾。因为我爱的人是你，我要和你在一起，我想和你在一起，我只想和你在一起。你听我说。不。 我不想再因为任何事情动摇我的心。我知道子轩这一走，你会对他心存愧疚。可是你想过我没有？你想过你自己没有？难道我们过得还不够苦吗？
我知道你心疼子轩，你可怜他。可是我们所有的付出，这几年的光阴难道就这么不值一提吗？子桐，我们都是无辜的，包括子轩，我们全都是无辜的。难道你就真的忍心把我们所有的真心都隐藏起来，让我们彼此都痛苦的过一辈子吗？啊，子桐，你看着我的眼睛，如果你此时此刻告诉我你不爱我，你不愿意跟我在一起，我可以放弃，我甚至可以放弃一切。不，不，世平哥，我愿意跟你在一起。你相信我，等我们修完机场回到洪江镇以后，我会再为你举办一个更大更好的婚礼。我要告诉所有的洪江人，你叶子彤才是我徐世平真正的太太。世平，我知道你对我的好，可是子彤，只要你愿意跟我在一起，我什么都答应你。我要找到妹妹，找到妹妹我就嫁给你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在找到子轩之前，我绝不再跟你提一个字。谢谢你，世平。多少钱一个？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大哥，我包裹被偷了，你可怜可怜。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，走开！大姐，我好几天没吃饭了，你怎么看你有点眼熟？你是不是姓叶？你认错人了，我是外来的。家遭变故，为了赔钱给人家，把宅子给抵押出去了。对不起，子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想办法把这儿给赎回来。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。子轩没有来这里，看来他是真心想躲开我。能不能给我个包子吃啊？
子轩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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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听我解释。我打听到你已经离开了机场，所以整天都在大街上到处找你。今天终于功夫不负有心，让我找到你。你找我？当初在机场，你怎么不找我？利用了我，把我当成盛夏的棋子丢在机场。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情况，在那样的情况下，我根本没有机会带你走。你到底做了什么坏事，让二当家这样到处去抓你？啊！原来你都看到了。对，你让我在瞭望塔旁边等你，我在那儿等你了。可是你呢？你这个背信弃义的小人，你干了那么多坏事，还拖累我。什么坏事了？质量机场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你，子轩，我到现在还冒着风险跟你站在大街上说话，不就是为了带你远走高飞吗？我现在已经不想跟你走了。你走吧。我走，我走了，你怎么活下去？用不着你管。你们叶家的传家之宝观音石，现在在我的手里。你的姐姐叶子彤根本就不珍惜它，她把它拿去拍卖，为机场筹钱。子轩，我想你不会和你姐姐一样背祖忘宗吧？观音石在哪？跟我走吧，我会在一个恰当的时候把观音石还给你。再说，子轩，你现在就不顾你自己，也要顾顾你自己肚子里的孩子吧。我保证，只要你把孩子生出来，我会对待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去对待你的儿子。现在城里还有紫玉山庄没有暴露，我们先到那里歇歇脚，好吗？上次你们去搞药的时候虽然很顺利，但是那个地方是一般人亲近不了的。办法是人想出来的。严虎，带上三妹，我们走。子彤，这个这件事呢，就你俩去吧，安排我另安排，好吗？好，一定要小心。好。我是潘永清。芷江城内发现日军电台信号，上级命令你马上派人搜索。是，长官，我马上派人搜索。报告。最近芷江城内紫云山庄日本人动作非常频繁，这是相关资料。好，你下去吧。等等，你马上派人盯住紫云山庄，一有情况马上汇报。是。唐先生。三妹啊，梓潼一直在找紫萱，一直没有找到。我交给你个任务。什么任务？你到那个芷江城去看一看，看看能不能找到紫萱，特别要留意紫玉山庄附近。好，我这就去办。哎，咱们快点，小心点啊！这都是炸弹，咱们要小心点。来来来，哎，慢点啊！来屋里边，快点快点快点，好快点！来来来来，咱们这可是都是炸弹、炸药，一定要
快点！哎。大当家，这弹药库防守太严密了，咱们俩在这都转悠好几天了，这没地方下手啊。我再想想，这咋办？有办法了，跟我走。啊？你跟我走就是。